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平安。在敬拜开始之前，让我们一起先来攻读神的话语，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粮食。Amen。Amen。好不好？那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宣告上帝的话语。在诗篇81:10，我们一起来说：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。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我们再宣告一次：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。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充满恩典的神，你现在就降临你的恩典在这里，你是有大能大力的神。主要在你里面我们一无所缺，我们赞美你。靠着人生，没有那成就的事，是那神的爱。
自由。主的灵现在就在这里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透过耶稣的锁链，全都断开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Amen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透过耶稣的锁链，全都。早晨我们来到你面前赞美你，主我们敬拜你。 Amen。 主啊，愿你是独一的真神。 Amen。 你配得一切的尊荣，你配得一切的爱戴。 Amen。 主，早晨我们说，主我们渴望遇见你。 Amen。 主，我们渴慕今天你圣灵来充满我们。主啊，你自由的动工在我们当中，愿你医治的恩膏，愿你释放自由在我们当中。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一起从头来宣告，破碎心灵，你医治受伤者，统管宇宙父神，我献上我自己，求你在我生命掌权，来使我灵自由。父神赐下复兴，从我生命中开始，主我渴慕你，寻求你供应，父神求你再来充满我，主我渴慕你，寻求你供应，用心求和有充满我。耶稣来充满我们，来浇灌我们，我们渴慕你。一起从头来说，你医治破碎心灵，你医治受伤者，统管宇宙父神，我献上我自己，求你在我生命掌权，来使我灵自由。父神赐下复兴，从我生命中开始，用你圣灵，用你圣灵充满我，我要见你容颜，每天在你面前认识你荣耀恩典，我会转选择你道路，一生跟随到底，来磨练塑造我，每一天被你更新，祝我可以
求你公义，父神求你再来充满我，主我渴慕你，寻求你公义，用心就可有充满。求你再来充满我，主我渴慕你，寻求你公义，用心就和有充满我。一段时间开口来自由的敬拜，来寻求我们的神。充足浇灌我，使我花气力充满莫大能力，将自己献上当作火祭，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，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，使我花气力充满莫大能力。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
都给你，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从头来宣告，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，以丰富恩惠比重主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，将自己献做火祭，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，以丰富恩惠的重主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。高举双手赞美你，全人都给你，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，高举双手赞美你，我主，全心全力量，我们敬拜你。
开口来赞美他。